这一次台湾发生了早上7:58，规模7.2的有感地震，很多人会拿来跟9.21大地震来比较。不过呢，刚刚中央气象署的地震测报中心也有分析，9.21大地震呢是发生在25年前，当时规模是来到了7.3。不过呢，是发生在陆地上的地震，就是在南投集集这边，因为是陆地上的地震造成的灾害又更为明显而重大。而今天早上呢，7:58发生了这起规模花莲7.2的有感地震，震央的主要成因呢就是菲律宾海板块隐没到了欧亚大陆板块，而其实呢，这一个隐没带发生规模6以上的地震是非常频繁的，所以呢，中央气象局也持续的来监测当中。但与花莲目前的最新情况又是如何呢？再把时间交给记者张一晨。好的，没错，在今天上午7:58发生了瑞士规模7.2的地震，全台几乎都有感。很多人呢刚好在上班时间，可能你准备要搭车去上班，或者是你准备要出门，所以目前在大台北地区呢，目前是陷入一个交通大混乱的情况。画面上您看到呢，是在地震发生当下，由于为了安全起见，台北捷运的列车紧急停驶。您看到乘客呢刚刚经过了一段惊魂之后，目前列车停摆在轨道上，很多人可能紧张上班上课赶不上。事实上呢，除了北捷之外呢，今天全台各地很多地方都有类似情况发生。像我们刚刚呢一路从外面要进公司的时候，你会看到呢，其实很多人一开始就像现在你经历了突然的摇晃之后呢，因为这个摇晃很久，你看到这个民众呢，他当时甚至有人是跌倒在地上，有人为了安全赶快抓着扶手。当时呢在7:58发生这起规模7.2地震的时候，尽管震央不是在北部，是在花莲来到6强，但是因为呢随着地震波散开来，北部地区很多地方感受都相当明显，所以为了安全起见呢，当时台北捷运呢紧急让列车停驶。目前呢，其实台北捷运为了安全起见，全线的车站列车暂时停止40到60分钟来进行安全检查。不过呢，其实从7:58发生到现在已经超过1个小时的时间了。目前呢，其实北捷的列车也是暂时缓缓行驶当中。
而目前在德卡伦步道300公尺处已经传出有三人被落石砸中，当场失去生命迹象。另外苏花公路中央也传出灾情，其中连结车驾驶被落石砸中，停在苏花公路中央，整台车辆零件严重毁损，整个车头也都凹陷变形。花莲大地震造成苏花公路段有落石掉落，连结车驾驶伤势严重，头部双手都流出大量鲜血，当场就失去呼吸心跳。不过根据了解，目前花莲多处路段都已经封闭，只剩下南横公路可以前往。全台各地灾情不断，只期盼强震别再来。东森黄一鸣在花莲报道。好，持续带您来关心在宜兰这边发生的目前最新状况。除了传出有民宅的墙面倒塌之外，在路面同样也因为强震的关系受到了影响。整体就发生在今天上午的7:58，受到花莲7.2强震的影响。当下在宜兰传业路这边，因为强烈的地震，地面大力的摇晃，所以地面也出现了很多道的龟裂。再加上整个摇晃的关系，地下的自来水水管也发生了破裂，所以在当时很多的水是不断的从地面涌现出来，整条传业路就像一条小河一样。而事发当下刚好又是上班的尖峰时间，很多汽机车经过，就担心会因为龟裂跟凸起的路面发生危险之外，水不断的涌出，也担心会发生打滑等等的意外。那幸好是没有车辆因此被波及。而自来水水管公司他们在获报之后也到场，立即架设起了三角锥，现在整个路面是单向双向通行的，而人员也进行抢修当中。而初步了解，在稍早的时候他们也找到了破裂的自来水水管，那稍早也已经换新。从画面中您看到的就是目前正在进行抢修作业，在进行路面回填。而民众的供水部分也从稍早的减压供水到现在已经恢复到了正常供水了，但是路面还要持续的抢修，要什么时间才可以回复呢？大概要等到晚上的时候才可以让整个传艺路双向通行。不过民众也不能大意，就是因为余震是不断的发生，所以在今天上午光是在宜兰就已经发生了13件的救护案件，另外在龙电梯受困的部分也发生了8件。那消防获报之后，目前到场都已经清除了。以上是我们现场掌握的最新。